야, 응? 왜 밤은 한콩? 니 맵에도 더워. 무시하네, 한콩! 어서도, 두려워, 乖乖, 링과 퇴퇴배, 帮我怕天下，保我最皇帝，安尼我帮你老爸出来。也若是敢讲唔食，你老爸我平时不老死。哼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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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老天下间啊，要害我的人真多，唔是干那你安尼啊？这个我无上了解，也不过我手下有十多万的大军，门下有千方夺兵，也那不有司马英，伊是凉州第一高手，也那我只能平生完啦，看起来一个腿腿，但是头壳真好。所以啊，人人想要抬我，无人我都能抬我啦。尤其现在啊，加上我的查某囝去五点倒转来帮助我，我应该讲是如虎添翼啊。我说说，你目睭白如金，想要出手抬我，先想你老爸吴冰心的死命。你敢这是你的手中事？啊，哦，你唔肯答应，原来就是唔相信啦，哦。好，秘书啊，是，你有睇有看？是。快上殿去。
丈夫哦宝你父的阿女我心动爹爹你父是乱汉王主道，你是真不知道好歹，要答应不答应，都由在你嘛。啊，不过，你唔通袂记个，你阿爹的性命，掌握在我父王的手头哦。主道，定聘不凡，走入基督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哎呦呀！哎呦！陈公子，是的啦，我手机搁抓唔到去，甲你弄唔到。阿哥，这是常常有诶代志呢，弄到你还阁是算我好运。我常常嘛去弄到山石甲大树呢，今仔弄到你，那无我就搁食亏啊！算你啊！你既然可能无到迄种程度，我较少用法术的。亲像你这种三脚鸟的法术吼，早晚你会抓好。什么？你讲我是三脚鸟？无唔对。哦，啊，那你的意思是讲我的法术无够好？真也是呢。哎，陈公子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是阮阿娘唯一的宝贝徒弟呢。嗯，什么天罡教、地煞教，阮阿娘拢教我哦。哦，你不信哦？嗯，无我顶一波啊，你看哦。啊，我变一匹千里马。好啊。哎呀，遐娘哎，如果遐娘细只的千里马，但某这世人还阁是头一摆看到呢。小四哥，只是小四哥，我这个阁抓唔到伊啊，唔，这个你真足看。我一定要变千里马出来。哦，那我来目睭睁较大，你来看哦。嗯，无问题。哎，那只干那出一副马鞍尔啊！哎呦，千里马叫有啥人骑走啊？是？
出来。但是我家一个查囡仔人，伫外面走路会危险。不过你放心啦，在我未找到害死阮阿爹冤仇人之前，我是绝对袂倒转去的。我决定要甲你斗阵行呢，所以你放心，只要有笑我乾坤甲我同行，就是叫面好来，我嘛唔惊啊。小等咧，对，我袂用甲你同行。为什么？我这摆下山的目的，就为着要找找阮叔叔马桥。现在我已经探听到他的下落，就在江南山李家堡。从老一雄必须在魔法重重的前战路，由此可见刘禅一直在担心讲各方义军前去应战。师父，咱要赶紧救人要紧啊，要若是无万一贼王下落，那是派人将本老英雄掠倒等于凉州，安尼都害安尼。青红讲的无唔对，我马强讲会到做会到，大哥，我即时下山，但你千真无救人。三弟，三弟，这个本武这个人的重要性非同小可，这件代志咱必须要有慎重计议。铁路。管是传察李自成手下的大将，跟随李自成，莫犯作乱。而这个凉州王，也是李传守护的罪。现在伊竟然搁想要背叛李传，家己要攻入北京城做皇帝，连夜。主也已经打造好，这件代志李传了阁唔知，本母为了要予因起内行，偷出两件事，打算要送到山西，献予李传。
过了，我一黑罗的手下擒捉，恁想看，黑罗敢遐简单的放过本母？咱若无心中，搁再心中，没哪有可能将本母救出迄个千战罗呢？李姐，你是讲只要那些当救出本老英雄，处置玉树罪证，对当处李祖贤甲迄罗这两个乱才起内行，早去做官兵，他们别贴心。嗯，无唔对。好消息咯，师父已经最后三天要看守终南山，伊甲二姐要带我甲大师兄，明仔载透早同齐下山去田赞路救崩老李叔。这个代志我已经知影，田赞路在镇埔河边，也是咱的故乡梅家村的所在。在你三号一时阵。先破河边来发现水灾，你那爹就爱来失丧去。你无主来收留运动，这个照顾人不要紧。情况，这回你来就去承担无？你探听到你那爹，你都会下落怎样？阿娘，你最放心，我一定会尽力探听阿爹的下落。突然全家人早已团聚。莫非是迄个新手的护卫，叫做什么玉面虎是？无唔对，正是我无。好人品，只可惜哦，你甲我查某囝迄乌蝶同款，都是金玉其外，败事其中。原来是王妃赵兰香，我是赵兰香无唔对。却不是什么王妃，夫人，你拄只讲，我甲直接同款，拢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，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我知道。我袂明白你一句话的含义。哼，你当然袂明白，因为你甲蝶儿青儿同款，一心要保起罗做皇帝，倘好做太子、做公主、做大公事，风流败相，完全无想到，当恁遮有乱猜，闹瓜兵造灭的时阵。会是甚么款的惨状？哪里好？想到七王克罗，会有一位这么清明代志的帝王，
孙海英，找我是，哼，我这边大找你，大王领教，你是要吃，还是不吃？我已经答应要为大王效命了，这你念就是啊，你看好清楚。那是上南山，李家堡堡主李文亮，甲伊子弟去河洛，以及伊大徒弟魏建明，二徒弟魏清宏。知道吗？李文亮甲魏清宏因四个人。准备要去前站路救本母，大王命你即刻上路，上本母阿伯倒来念咒，又搁命你将李文亮、梅清红因师徒四个人除掉。